欢迎回到天天话题，加拿大版凤凰资讯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吴景。刚才上半场呢，我们听到了两位非常专业的，我们温哥华西区的资深地产经纪薇薇丽李薇薇小姐，以及呢 Peter Seto 斋藤元正先生给我们分析的这个整个房地产的走势。其实我还是想多追问一点，就是我们在上半场提到温哥华市政府提出的这个新的政策，就是一改多可以增加这个容积率。那么对于比方说无论是买家自住或者是投资客来讲，那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遇呢？其实一块土地一家人用跟一块土地六家人用，当然六家人用的话价值应该是上升的吧。嗯，而且呢温哥华市政府呢是对 parking 停车没有特别的要求，没有限制、嗯、所以就变成说以后如果是一块土地六家人用的话，那个车的方面的问题就会开始变成压力，给到说你要找这个公共停车位，就是如果说你们都要开车的话，等于是，所以呢，是的，很大的程度上你要依赖这个路边停车，嗯啊，因为政府它没有要求你要建 garage，、嗯、那就是六户，然后大家路边停车或者是公共交通，对啊，所以省政府就意料了这一点，他们呢就是说在比如说天车站的周围。啊，就增加这个高密度的房子，嗯，那其实实际上压力还是给到，就是说这个房屋的供给是严重不足的，对不对？当然了，对。但是从这个整个的 upzoning 来讲，那也给我们的这个投资者带来了很多的机遇。嗯、那我们从去年年底市政府颁发了这个条例之后，就已经有投资的顾客来购买土地。大块一点的土地，他要来做这种多户型的开发，嗯，那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的这个投资的机会，嗯，啊，但是的确是这个新的政策出来之后，以后会有很多很多因为高密度带来的大家生活不便的地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可能不会像以前温哥华这么舒适。嗯，就是说好像每自己家都有个小院的这种，就是有一种合理的距离的，那变成就是以后可能就是要住的相对拥挤一点啊。对对。其实讲到这个相对拥挤，我们又回到说这个上半场提到的，我们现在唯一的一块净土了。对对对。那么就是。到底就是对于买家来讲，如果说比方说我自住，它的这个吸引力到底在哪里呢？嗯，因为第一商业区它是一个受法律保护的区域，所以呢，就是因为它有史以来就是一个低密度的一个住宅区，而且它的地点是在温哥华西区最中心的地点，嗯，所以有这么一个交通便利，旁边设施齐全，然后公校私校都在旁边的这么一个好的社区，而且呢又。以后政府不允许可以增加密度，嗯，所以如果是有的朋友说我来到温哥华，我就是希望有一个非常舒适的居住的环境，嗯，那也不要像国内那样大家都很挤嘛，嗯，那第一商业区应该是一个首选的区域。嗯，那如果说比方说有些客人可能他时间上比较有限制啊，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来看房，那么又想找通过专业的经纪来帮助他们，那你这方面有些很特别的服务可以提供给到大家吗？当然了，因为我们这个主战场就是，嗯，第一商业区啊，我们在这个区有很多的资源，所以如果有朋友们想要在第一商业区来找房子，我们可以给他们推荐不同的这个房型价位。还有包括就是语言的优势哈，你们可以说六种语言，所以说这个客户群是非常的广的。讲到这个你们的客户群，我想可能不单单是华裔的族群啊，其实其他族群的对你们这个专业方面的需求也是很多，对吧？是的，是的，嗯，包括第一商业区，我们有很多客户。包括一些这个本地的老钱，比如说这个犹太人的家族，嗯，本地的企业家，嗯，他们也都是我们的客户。嗯，那我想呢，我们聊了这么多啊，讲到这个第一商业区，观众朋友肯定都想说，我还是想第一眼来看一看。那我们就跟着镜头带观众朋友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拍摄的这个地点，也请两位呢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那如果从买家，不管是买家也好，投资客的角度来讲，我如果来选这样的一个房子，我要从哪些方面来看，好吗？我们一起跟着镜头走一下。好啊，没问题。好，那薇薇给我们讲一下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点是哪里。OK， 我们现在是在第一商业区最中心的地点，这条街叫 Belfort。 那这条街呢刚好是在 Granville 跟 Oak 中间，所以两边南北都不离大街，所以就是在第一商业区最中心的一个地段。
啊，那我们的这块地的占地呢是将近18000尺、嗯，很大的地。这间房子也是第一商类企非常稀少的一间新房，全新崭新的房子，嗯，从来没有人住过。哦，难怪一走进来就感觉哇，焕然一新的感觉。是的，然后呢，嗯，整个房子的室内面积是11000尺啊，嗯，我们总共有6个卧房。嗯哼，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好的，好的，好的。那我想我们现在在这个一楼嘛 ，ground floor， 它的这个特色是什么呢？我们一楼呢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第一商类企有一个特别的宗龄的允许双层挑高的面积，但是在容积率里面只算1倍的面积，如果在其他的区域这种双层的挑高要算上2倍的面积，所以整个的空间感就非常好。我们一进来的这个大堂就是一个20多尺的双层挑高，所以一进来就是仪式感满满，非常的气派。可以开音乐会哦，当然了，开音乐会，就我感觉这间房子每次来，我感觉都好像是总统的家。对，是的。所以呢，过了这个大厅，我们过来的这边就是一个正式的客厅，会客厅。我们会客厅也是20几尺的双层挑高，而且整个墙面的线条全部是实木的这种paneling， 非常的气派。嗯，采光也很好，这个是的，窗户的这个设计，我觉得非常欧式的感觉，有这种bay window。是的，是的，非常的英式古朴，然后再配上这些施瓦洛世奇的水晶灯啊，所以就是整个房子的这个氛围感非常好。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一个 separate 的 dining， 正式的一个西餐厅。然后我们这个它西餐厅跟后面家庭厅用了一些比较现代的这种灯饰，所以就给整个的房子有一些现代的点睛之笔。嗯哼，那整个这个户外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可以几个朋友啊一些家庭成员，对，很多的 patio，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房子露台阳台非常多，所以室内室外的生活空间可以完美融合。而且这个绿化也很好，是的，这个树是的，对，因为院子比较大，而且第一商的特点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古树哈，所以就好像住在一个大公园里面。对，而且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房子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方方正正，没有好像一些浪费的一些。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整个的朝向是坐北朝南，而且每一个房间都是方方正正。对。哦，这还有另外一个单独的。对，这一边呢是我们家里最常用的西厨、中厨、早餐厅和家庭厅。这间房子的建筑设计师是温哥华首屈一指的大建筑设计师，叫 Lloyd Leland。所以大师的设计就非常的与众不同。对，而且就是既确保了这个美观，而且实用性也很强。对，是的。另外一个亮点就是我们在一楼有一个大大的套间，所以如果家里有老人或者有客人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间。也不用爬楼梯了，对，照顾到这个。不用爬楼梯，是的，是的。而且整个这个一楼我觉得它这个设计这个动线也很好。是的，是的，对。而且很多的这个细节，包括我们这个岛台，它的这个石材全部都是 waterfall 的拼法，是一块大的石材切开，然后再拼花把它上下对在一起。所以这个纹路看上去是很自然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中式的厨房也是很有特色啊，是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是的，我们这个中式的厨房首先它特别大，然后呢还有自己的冰箱、洗碗机，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是 chef 主厨级别的这么一套设备啊，整个是中间还可以烤牛排，然后旁边是6个 burners， 然后下面是烤箱，而且这个中厨的这个窗子也很大，所以就是在中厨里面煮菜，不管是阿姨也好，女主人也好，在这边都会让你感觉心情很愉悦。即使是这里都感觉到这个挑高的高度很够。是啊，就是啊，所以就是每天上楼下楼就是看到就是这么一个漂亮一个开阔的这么一个空间，然后非常有仪式感的这盏吊灯，非常漂亮，非常美。楼上我们一共是4个大大的套间，主卧室呢它是尺寸非常好，而且整个主卧室朝南，
它用了这样的一个电视的一个背景墙做了一个隔断，所以主卧是有这个床的区域，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小的seating area， 对，可以在那边喝喝茶看看书啊，很好的空间，看看电视啊，玩玩游戏啊，什么都可以、啊、对，是的是的，而且不打扰。对，转过去之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布式衣帽间。哦，窗户的设计也很漂亮，我觉得这有点仿 Tudor 的那个风格。是的，它就是整个就是一个 Tudor 的风格的一个豪宅、很英式。然后呢，衣帽间还有自己的一个岛台，中间可以放一些首饰啊、围巾啊。女生都是，女生看到这个就知道这是首饰区。是的，是的，是的。然后这边还给您准备了一个化妆台，嗯，非常的贴心。我们整间家还有智能家庭，所以空调、地暖、新风系统、智能家庭都有了。这个也是我们女生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这个应该说是一个 dream bathroom 啊。对。所以有自己独立的浴缸，然后呢，这一边配有蒸汽浴的 shower 啊，整个的颜色搭配都非常的好。哇，这个很大的一个酒柜。对，一下来之后我们这边是一个有温控的恒温酒窖、然后过来这一边就是我们的酒吧娱乐室，然后我们有配有一个室内游泳池，还有一个室内的泡泡浴、啊、所以这个在温哥华有室内泳池的房子不多。我们过了这一边就是跟泳池配套的干蒸跟湿蒸，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庭影院。那影院里面是采用了吸音的地毯，而且呢墙面也采用了软包，所以在里面看好莱坞大片的时候也不会影响到楼上。对，这个而且整个这个 space 也一样是很宽裕的。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座位可以上下两层啊、所以是大家庭在这边自己在家看电影都非常舒服。对。